这个月也有在想一个东西，叫做信任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？这个月还有在想一件事情，叫做信任。那为什么这么多人，他为什么会相信我来去执行他的案子、他的商品、去拍摄他的公司、他的婚礼、他的活动之类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？就是如何取得这个信任？这应该是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。但是我还在研究说，到底要如何人与人沟通，然后取得一个相信、互相相信的状态，这个应该是还蛮困难，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人生课题，所以就还要慢慢研究一下。所以这个月有拍摄一支剧情片，就是因为导演信任我，所以他找我来拍摄，说就要不要来拍摄剧情片？那我当然就 OK 啊，剧情片嘛。就是机会还蛮难得，因为我们这样子小小的剧情片很好玩的是，就是各个学校，各个真的是各个学校，就台艺、北艺，然后什么政大，然后是世新，然后反正就各种学校这样混合起来一个小小的剧组，各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，却可以把一整支片就这样顺顺的生出来。我真的觉得这机会非常特别，而不是就是大家都已经互相认识，已经是一个很熟悉的状态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工作经验。反正就是大家合作的很愉快啊，就拍出了一个剧情片，然后我们就把顺顺把它剪完，然后你把它搞定，就还蛮棒的啊，还蛮酷的。